咁我哋喺呢個交接入面咧，我哋成個工作咧就係分三條交通，所以我哋有三條 fit line，三條 fit line，就分三個車，一個時候一部車只做一部。所以你们公司在这个地方，他们就会把这个。所以对你们这次，来到香港协助我们做这个大规模的。 普及的社会检测，我是非常感动啊！所以你们的工作的这个贡献非常大啊，不单是一个检测，还有多重的意义。肯定会记录在香港这个抗疫的这个历史上。我最希望是我这个下次见到大家的时候是以旅客的身份再来香港啊，来这看看香港这个还是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别行政区，一个东方之珠嘛啊！我相信。 香港每一个市民往后这个见到你们、接待你们、知道你们为我们做了这件这么重要的事，肯定心里边是非常感谢。